安大主厨。大明星私房菜，明道刘震云向曹薇下三帖喽。我先烫意大利面。要加盐吗？是的，我要加入一点盐巴，因为这样子呢，面才会吃进去，然后慢慢吃。怎么样？没事。现在为什么它会散开啊？哦，你待会会不会用太多盐？然后呢，这个待会啊会收汁。我刚才丢什么东西？没有看到。这是你这辈子第一次打蛋吗？不是啊，我做泡面也会打蛋啊。重视营养。对，也对，也对。这样是什么？我黑掉了。哪有？黑掉。我赢了。过去。关了。今天现场的人气鼎盛啊！对啊，人声鼎沸的情况下呢，这当然不是为了欢迎两位主厨了啊，不是吗？对，因为两位主厨呢一直有基本的人气在，但是因为今天也多添了一股人气，就是因为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戏要来宣传了。没错，也就是我们在七月底暑假即将上档的《鹰眼三加一》。哦，今天呢，他们的演员呢是轮番上阵，今天来这一组呢就更年轻了。黄志伟跟那个孟哲也来过，黄志伟、孟哲来过，顺哥来过，顺哥跟那个戴志华来过，志华也来过，啊，厉害了。现在这一组是谁？各位应该猜的差不多了吧？对不对？各位千呼万唤啊！马上欢迎阿基斯。好开心！两位主持人站着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另外一个就是詹姆斯。对，主持人阿基斯看到。好了。千呼万唤的各位，真的要介绍他，就是我们《鹰眼三加一》第一男主角明道。欢迎两位，欢迎两位，欢迎两位。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看到没有？是不是个千呼万唤呢？是不是？是啊，就是阿基斯。嗯，他刚刚还在怎样？本来想他以为是谁？不要说是你们阿基斯演员，别吓一跳。两位这是联袂，哎，期待两位从王子变青蛙之后，你看看是不是？嗯，对啊，是王子变青蛙之后吧？对，王子变青蛙之后，我们已经有快两年没有合作了。两年哦，两年了，快两年。这中间你看，你还是戏剧不断啊，对不对？那唐凯比较可怜。不，我在主持界有一片天。是脸替我担心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这次在里面终于又是一个对手戏了。我们这次的戏跟之前《王子变青蛙》还有一般的偶像剧其实不太一样哦。因为我们主要是演学生的事情嘛，嗯，所以他有很多的，比如说以前谈恋爱，你会看到很多啊，我一定要给你幸福什么这一类很沉重的东西不会出现，对，哦，他取代的是很轻松、很青涩的那种恋情的感觉，嗯，有点小斗嘴啦，对，青涩的东西，这两位这样会不会觉得还要回想呢？不会啊，我一直都很青涩，我们一直都在那个阶段呢，真的吗？对，那你在里面演什么？我在里面演校长女儿。是一个我的，其实我的角色是比较就是自信，然后比较就是大家都喜欢我，但是我却只喜欢明道。哦，你是很多男人喜欢的对象。他是校花，校花，是校花，对，是，爸爸就是上次来过的赵胜，对，顺哥，哇，你看到顺哥生出这样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好奇怪，哪是金九尼亚会拍地买桌子，对，很美。听说两位今天是要来对抗乔，哦，你们今天是来对抗乔。其实我后来跟他讲了一个那个比较好事，应该是。他们两个女生，然后我来帮助哲一。今天一共有两阶段的比赛，嗯，第一阶段是个人私房菜拿手菜，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指定菜色的表演，了解吗？可以哦，好，鹰眼三加一，好不好？同组呢
今天分庭抗礼，你要下厨喽？我要下，好紧张。你终于要下了，陪围了大概大半年了，没做过菜。而且以前下厨都嘛是有主厨在旁边，今天是我一个人哎。一个人。一个人紧张死我。一单个儿。单个儿。单个儿的要挑战这两位。好的。尤其又是情敌。对对。不能输，不能输，好不好？嗯。各位拭目以待，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。现在大明星私房菜。好，马上从陈乔这边开始，带来的菜名叫做鹰野白酱海鲜意大利面，就符合我们七月底要上档的新戏，叫鹰野三加一。无所不用其极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做这道菜很紧张，因为我常不是在就吹口说我白酱做的有多好吃吗？你常讲，你刚讲了有七次半左右。对啊，所以我今天要来做了。然后我这道菜的师傅呢是詹姆斯，不要不承认。我不是刚叫你说不要讲吗？鹰野白酱海鲜是吧？来准备，对，首先五分钟而已哦，开始。首先我要先烫意大利面。你不用加盐吗？嗯嗯对，我跟你讲。然后呢，意大利面我不打算要烫得很熟，因为呢，等一下我要拿起来拌上白酱。哎呦，有样子，很有样子。是的，在整个接下来呢，我好久没看到做菜了，做菜然后在整个好真的哎，我很久没有站在这里了，你们，我好紧张哦。尤其今天呢，现场这么多人在睁着眼睛看啊。对啊，我加的是高汤，因为我们一直讲说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乔恩了，我已经不是了，已经不是了。然后因为呢，我这有蛤蜊嘛，我要先把蛤蜊下去炒，这样子待会这个蛤蜊的汤汁呢，我要拿来煮我的面，这样会更鲜。Oh my god， 好鲜的想法。对，很鲜， wow. 所以我要慢慢。那个面这样煮对吧 ？OK 吧，完全不对。所以在做意大利面的时候一定要先加盐巴进去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加盐巴的过程当中，你在意大利面在煮的时候盐就会吃进去，加加加真的很难相处为止。然后当然它在炒的时候跟酱汁的部分才不会分离开。是的，我要加入一点盐巴，因为这样子呢面才会吃进去，然后慢慢怎么样精度的面粉，怎么样精度的面粉厉害了，看个人喜欢哦。变哥他用什么精度比较强？一般中精度就行了。厉害的是你这样会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摸出来哦。你刚是在把脉吧？啊，我的毛都没有切。天哪，阳光今年的夏天应该会很好笑。不像话！外面老师恐龙在那睡觉。老大，你快走！他们要阿鲁卡你。你不知道恐龙是怎么绝种的吗？白胎。碰到夏天就绝种了。哇塞！全民都会台30频道，8月4号晚上9点，鹰眼3+1。消灭蚊虫，预防登革热，喷笑关心您，决定快乐，每天打从心底给自己一个微笑，你也可以很快乐哦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。告别你快乐，重新出发。快乐其实也没有，快乐就是懂得满足，懂得感谢。请大家跟我一起决定快乐，重新出发。情人父子 Cooking 赛，7月28日星期六，星光三月信义新天地，下午2点决赛登场。哇哦！欢庆统一40周年，喝茶饮料商品，天天周周月月连环送，全系列钢弹公仔，让你带回家。因为大麦让绿茶更对味了，麦香。大麦绿茶新上市。他是我的全部，跟所有妈妈一样，我希望我的小孩聪明又健康，所以我推荐雀巢特优成长奶粉，新升级比菲德氏菌加 PB1 益菌生，营养更好吸收，建立好体质。所以我选择最好的雀巢特优成长奶粉，健康家，学习家，雀巢宝宝当然是双料赢家。今夏最清凉线上游戏，开心玩，网球拍拍，无聊拜拜，网球拍拍。有点饿，有点想，泰森爸爸走。哦，
精神一恍惚，人都不知道飞哪去喽。快来两粒 Airwaves 超凉无糖口香糖，哇，超凉持久，脑袋有氧，把精神拉回来，脑袋有氧，精神超嗨 ，Airwaves 超凉无糖口香糖。哎，享受美食不卡哟，健茶的油切绿茶，健茶的油切系列。这个我要加入一点盐巴，因为这样子呢，面才会吃进去，然后慢慢。